放假第一天回家，你会看见热情的老爸。儿子回来了，生一个想吃鱼，现在下河去抓。但你放假三天了在家，你会看见平静的老爸。把地给我扫了，把碗给我刷了，想要吃啥去问你妈。但你放假五天了在家，你会看见聒噪的老爸。吃饭起床几点了，再不起来就把你抠瞎。可以可以，你这今天我也没抖啥包袱。就把自己变成一个包袱。拉倒吧，拉上拉上，拉上拉不上，你拉是不是行了，我们就往里踹，我往里踹。哎，今天两个字。这是啥？两个字，我是什么身份？我是什么身份？我是什么身份？杨迪是什么身份？杨迪是什么身份？不是，你的牙牙都不如每期来的外国人。一会儿在装束完毕的时候，嘴唇已经润润的了。那么小童的嘴呢？这块有一只痣。大家就可以把小童的嘴唇呢稍微改得厚一点，就可以把这个痣呢给盖掉了。那他的遮瑕能力也是非常的强。口红的遮瑕能力我也是第一次听说。口红的遮痣能力也是非常的强悍。好吓，哎呀我的妈，好可怕，嘴巴吃肿了。最不喜欢王牌家族的谁？一个字，你。我们俩撞型了。这个包袱太响了，我们俩撞型了。那撞太狠了，都把你撞变形了。花花，最好听的三首歌，最好听的三首歌。我一首都不喜欢。你要说三首，我猜这就不知道。我一辈子会的三首歌，我都用在游戏里了。评剧，来生缘，爱情鸟，气死我了。来五个字，小童，收费的。五个字，收费的。五个字儿，怎么回事？艺人他怎么有今天呢？五个字儿，收费员，五个字儿，我都受不了了，五个字儿。我需要一个像你这样子具备表演天赋的女生，请你加入。谢谢文老师。少涵这边已经有人抢了哈，吴青峰。你参与抢人吗？请公布你的选择。因为少涵一直是我的好朋友，也是我的良师益友，所以我一定要好好从他的教导里面学习一些什么。谢谢。你好狠哦。这个选择就是在清风和有朋哥之间来选择了。他的名字是清风。吴青峰啊，哎，恭喜阿四哈和青峰啊，组成了接下来下半场的表演的合伙人哈。鉴赏团一致合议，我宣布，本期金曲是由